开很慢，然后前面那台车就会打右转。哎、欸，停多久啊？停啊！它的缝线，我觉得它缝线也非常清楚，中间还有一个指向线，指向线，然后黄色的。你觉得它这些东西能够塞得进去吗？这绝对没问题，我还可以再装蛮多东西。更多精彩内容，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